咱台湾政府伫草屯国小举办幼儿体能运动大会，今年总共有40间的幼儿园组队参加，将近2000名的幼儿甲家长来参与，小小运动员展现健康活力，亲子共享运动的欢乐幸福时光。大家做伙欢喜跳舞，气氛是相当热烈。南投县政府伫咧草屯国小举办幼儿体能运动大会，有将近2000名的幼儿和家长来参与。比赛项目是包括着招标以及各种的趣味竞赛，以及亲子乐观活动，和现场是闹热滚滚。感觉办得很好，对啊，然后很希望就是未来草屯沟可以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。今天的活动觉得好玩吗？大声一点。好玩。为什么好玩？因为什么？有很多同学。你说因为有很多同学。因为有很多同学。觉得很有趣啊。然后就是一年一次，所以机会还蛮难得的，而且今天天气还蛮好的，还蛮适合亲子同乐的。就是一开始的进场，然后还有就是大会操，然后还有现在就是有各项的闯关这样子。南投县政府表示，幼儿体能运动会是推广幼儿教育的重要活动，为着帮助囡仔健康成长，幼儿体能运动会结合着运动以及亲子活动，促进幼儿身体发展，佮会使增加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。那举办这个幼儿运动会哈，也是我们推动这个幼儿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哈。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哈，让我们的幼儿哈，在这个竞速赛跑跟亲子的这个闯关游戏里面，提升他们的这个幼儿的体能哈。另外哈，也能够达到这个亲子共乐共游哈，度过一天美好时光的一个亲子活动哈。期待透过体能运动会，让囡仔因自细汉来培养运动的习惯，达成促进健康的目标。记者周信采访报道。